还有两个人质吗？还有两个人质，一个是我的前妻，一个是200的未婚妻。电台兵到，通知总部，我们撤不了了，我们要组织同志们登陆上岸，占据阵地，这活不利索，我们得接着干。是。可不好对付，那三个不是什么海盗，那可是三个老兵。别忘了，你们也是高手，都给我精神点，补充弹药，准备进山，跟我来。是。我们一定要抢在中国特种兵的前面，找到这两个女人质，哪怕是尸体。中国有没有外籍兵？有的话，我们加入的话，帮他们打仗，帮他们救人，什么都是我们帮他们干。可是现在是在救我们自己。如果找不到这两个人质，中国军队一定会掘地三尺，我们将无处藏身。你相信我，他们现在一定以为女人质就在我们的手上。其实这两个女人不是我们抓的，这里不是法庭，你可以辩论。这是战争，他妈的一场该死的混乱的战争。听我的，我们要尽快找到女人质，赶在中国特种兵之前，把他们放在特种兵搜救的线路之上，让他们带着这两个人质滚蛋。我建议你睁眼看看，这么善良的两个女佣兵，因为不存在罪行受到死亡的判决，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天理？去来帮帮我们！好了，本来就没有人帮我们，只有我们自己帮自己。雇佣兵，走山。老范，不就三个雇佣兵吗？铁拳团1000多名官兵，一人一口唾沫也淹死他们。老唐，那可不是三个普通的雇佣兵，那可是三个绝顶高手。我知道，雇佣兵，交给我们了。这山林里面不光是雇佣兵的问题。还有警方的现任不死鸟和两个人质。老康，海军陆战队呢是打登陆战，当然了，山地战呢也是航战，但是这一次呢不是渡海登陆攻坚战，是在月牙岛上搜索人质，这是我们强项。所以啊，按照联合司令部的规定，我们俩还是分工合作吧。行，你先救人，完了扫荡的事交给我，这儿怎么着也能剩点残兵吧，人我都带上，刺刀就得见血。二长，传令下去，在月牙岛上除了我们的人和野生动物之外，一个活物都不能留。是。说吧，要我们怎么配合？我建议啊，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搜索，这样搜索不是为了跟他们直接交锋，因为人质在他们手里，我们主要目标是为了拯救人质，确保人质的安全。这点你要跟你的士兵们说清楚，我们是吃强凌弱，目的是压缩他们的空间，越小越好，把他们压缩到
宁肥谷里，那里啊，远离海岸线，两岸全是峭壁，谷里面平坦一片，没有隐蔽物。如果人质在他们手里，那么我们上；如果人质不在他们手里，如果他们已经死了，我调炮兵来炸平了他。 能吗？武生，你应该知道我的枪法，我就先毙了他。你试试看。小心！你们别乱跑，中国陆军特种部队已经来救你们了，我去抓他。 人质在我手上，1028地点汇合。 财宝，都给你。我如果要这些的话，就不会在这等你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有人射的！你要杀我的，怎么办？来不及了，他动手了！阻止他！
我投降，我投降。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啊！哎，求求你们不要杀我啊！求求你们不要杀我！哎，求求你们了啊！我们是中国海军陆战队，你安全了。四鸟找到了吗？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别杀我，啊！吓傻了吧？别杀我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啊！求求你们了啊！啊！别杀我，求求你们了，别杀我啊！亚东，看来是有冤情，死不瞑目。行了，我们赶紧走吧，还要抓蝎子和茶菜。起来吧。安全了，咱走走走，让空中侦察咱们一起去，行吗？二牛，我们还有任务。是，姐妹，姐妹，你冷静点，你听咱说。你听，姐妹，你听我说，张总，张总被人劫走了。被谁劫走了？我不知道。你看，看着我，看这个，看照片，哪个？是他。二牛，我强求你，护送全团回去。不，队长。子凡，你听俺说，那个阿有任务，俺得先走了。子凡，你听俺说，子凡，你听俺说，俺马上就回来啊。
人保护你，会有人保护你，记住。在这儿你听俺说啊，你先回去啊，你听俺说，俺会活着回来的。翠芬，爱你，等俺回来，等俺。可以了，队长。好，球动。那回去，走。二兵，五号，陈峰找到了，张丽娜被新子带走了，我们正在追。收到了，小心点，我向里面靠拢，走。醒醒，别管我，快追。为什么背叛自己的国家和军队？这是我的命运。命运？那你就要承担命运给你带来的结果。投降。我做不到。我要活着回去，见我的妻子和孩子。当你开始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想到后果。和我之间一定会有一个人死在对方枪下。陈光，能不能再答应我一个请求？说。擂台上我输给你了，咱们再比一次。比什么？其实我当兵也想成为你这种军人，为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战斗。让你失望了，兄弟。我想失望的还有我的妻子和女儿。我这种行为一定会给他们带来耻辱。但愿我的离开能让他们得到重生。我很想的。最后得谢谢你，陈光。有什么？谢谢你给了我一次机会，让我保留一个狙击手的尊严。
放下，把人质放开。半天来不会放开的，除非你让我走，否则的话后果你清楚。把他放下，都听我命令，把枪口放低。快点放手。天子，你是何人？我有谁让你开枪的？他要跳崖，他要逃走。都听着，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。不听命令。都听我命令，把枪口放低。快点把枪放下。不能放下，放下枪口。不要，谁都不要放枪！丽娜，爹，哎，不能放枪！不能放枪！放下枪！长官，天雷，快叫他们不要放枪！不要，别忘了给儿子报仇！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！天雷，停下！他是虎鲨。
告诉我，王一东在哪儿？他死了。再走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是为了他的安全。小小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他的父亲母亲知道。你打算怎么告诉他？这是我的错。我应该承担这个责任，这是我无法挽回的，也是无法原谅的过错。我以为你会来找我，我太骄傲了，以至于谁都不敢先低头。向左转，这里。
放着我，让首长一路走好。范天雷牺牲，这位经历过无数战斗的老兵，已经是红细胞全体队员心中的一座山峰。他的牺牲并不是山峰的倒塌，他成为一种精神，永远激励年轻的中国士兵们一往无前，为了祖国和人民战斗到底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把他带回来，他是真正的英雄。首长，首长你好，小小知道了。我去说吧。晨光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吗？回不来，什么意思？他是警方的卧底。那他是好人啊？对，他是个好人。那怎么会回不来呢？在我刚执行的任务当中，王亚东配合我们作战。一定会醒。你知道我有多爱你，我会等你一辈子。
戒指。为了祖国的和平和人民的幸福而牺牲自我的勇士们。